快快！你的看法呢？他总叫这个名字，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了。燕伟没来看过他吗？阿瑜去找过他几次，但是他都拒绝了。他说他没有父母。燕伟还在吗？什么呢？你让我去见那个女人？她是你的母亲啊！我从来没有过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我去见她？她要死了，你知道吗？可珍珠呢？珍珠已经死了。我不去，我绝对不去。这是什么？给你的。别想说服我，无论他给我什么，我也不去。这是我给你的。你？这是一副安胎滋养的药。如果我没有诊断错的话，你已经有身孕了。真的，我有孩子了，我跟阿欣有孩子了。我的天哪，阿欣！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燕伟。燕伟，一个人的朋友和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唯独母亲，他没法选择。你也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人，我相信你的母亲当初得知怀了你们的时候，也会像你现在一样的快乐兴奋。为什么你的心就不能再宽容一些呢？体谅现在的他呢？燕伟，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我从小就没有母亲，我甚至对我的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要是换做我，我的母亲还活着，或者说我的母亲突然失而复得，我不会在乎她以前对我做过什么，我会全心全意地去孝敬她，去爱她，因为是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燕伟，你可以不去见他，但他是你的母亲，这个事实永远也改变不了了。我不希望有一天你会突然后悔，后悔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还没几天了。我实话告诉你，他是为了给你们姐妹俩报仇，才和欧多奈厮打起来，摔断了脊梁骨的。他是个将死的人，难道你就真的让这么一个母亲孤独的死去吗？难道你就真的忍心让一个母亲在临死之前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见不上一面吗？让她死不瞑目吗？燕薇，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懂事的姑娘，你自己做决定吧。李大夫，克里斯蒂娜太太，您休息吧。小姐，你找谁？燕薇，燕薇，是你吗？孩子，孩子，妈，妈，感谢上帝，你终于叫了。你终于叫我妈妈了，孩子，我终于听见了，妈，妈，都怪我，怪我太任性，太不懂事了，我不应该现在才来。不应该现在才叫你妈妈，孩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妈，我是爱你的，妈妈。我和姐姐从懂事起就想你，我们每天都会谈到你。我们就是想见你才来的美国。我知道，孩子，我知道。妈妈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那不是妈妈的本意。妈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妈，可惜没有机会了。不，妈，燕薇，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已经离开那个夜总会了。是。那你靠什么生活？我跟曾先生住在一起。曾先生，那个一直帮你们的中国男人。是啊，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为什么又是中国男人？妈，上帝，难道我和我的女儿命中注定都要跟中国男人纠缠不清吗？妈，您说什么呢？孩子，当年我就是因为爱上了那个中国男人，你们的父亲，所以才会有你们的出生。可是什么呢，妈？中国男人
确实是好人，他们聪明、善良、健康，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不知道他对你是不是有感情。不，曾先生，我知道，他为我和姐姐做的太多了，他真的喜欢我。我知道妈，他真的喜欢我。一个女孩子动了感情就难了。妈，如果那位曾先生妈真的妈喜欢你，你一定要让他娶了你。妈，娶了你。Tina, I plant 2 orange small trees next to you. Then they will stay with you. Makes you smell the feel of oranges as you used to smell it on me. Tina, I believe you will.Like it. Trust me. Trust me. 母亲说，不知道父亲这辈子是不是爱她。我想他是爱她的。接线员，这里是梅建文律师事务所。建文，终于挂牌开张了，太好了。嗨，曾鑫，我想约你出来见一面，阿南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我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好吧，我们见面说。你好。
哟，回来了啊！哎，叶根贵，该查电表了。叶根贵，我找到叶根贵了。对，真的啊！我就在等你的时候，他在门口那么一晃，我就赶紧出去，一路跟踪到他住的地方。你找到他了？没有，我怕莽撞，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那我已经打听了他所有的情况，他现在不是雷鸟号的水手了，他现在经营了一个小馄饨摊。馄饨摊啊？他现在的住处啊，就是他的作坊，所以他没那么容易跑了，咱们可以从容行事。哎，你确定你没认错人？没有，我现在得赶紧去法院告诉他们，我们有了新的证据和证人。这帮鬼佬，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他们不会把我们的上诉当回事的，还会维持原判。现在只要我这么一说明，他们肯定要重新审理。我觉得现在就去见叶根贵。好啊，我们一起去，说服他让他多说点船上的事儿。我不信阿南的药有问题，只要证明不是阿南的药物中毒所致，那样我们就赢了。走，我们走吧，快点。是这儿吗？那间能在家吗？我中午来的时候他没在家，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家了啊。叶先生，叶根贵，啊，先生，有个叫叶根贵的住这儿吗？住这儿，谢谢啊。叶根贵，怎么回事？会不会？他肯定在。叶根贵，叶根贵，请开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叶根贵，叶先生，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是找你帮忙的。吕南森大夫的案子没有你会有大麻烦的。你这么故意躲着，已经害得吕大夫的官司输了。这次只要你出庭作证，我们都会感激你，法院也同意重新审理了。你为什么不肯帮我们呢？叶根贵，如果你是害怕的话，我告诉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位梅律师是华商会梅会长的公子，能保证你在唐人街的安全。如果你需要钱的话，千万别提钱，这叫收买证人，会判我们证词无效的。见鬼！哎，这有小吃铺，我们在那儿等着。真在这儿等啊？我就不信了，他就这么一直躲着不出来。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唐人街所有商家、店铺、厂家的名录。这有什么用啊？找到了，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把他们记下来，然后用家乡话给他们打电话订货。这都是面粉加工厂啊。哦，我明白了。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不去学法律啊？来，打。哎，这电话不外接。打吧，打吧。接线员小姐，麻烦你转一下华路面粉加工厂。喂，你好啊，我哋系你嘅老客户啊，叶金贵啊。唉，都系咁啦。啊，
系咁嘅，我今日咧屋企有啲事唔出得嚟，你哋可唔可以帮我送啲春卷皮啊、云吞皮啊嚟我屋企啊？够，我听日就有用噶啦，唔该你啦，我加你啲钱得唔得？我屋企住喺华盛顿大街306号3楼9号，唔该晒。行啊。是送货的，应该是。是叶先生家吗？谁呀？啊，我是送外卖的。我没有订外卖啊。是。干什么？这么说，那个白人水手 Scott Cooper 肯定是吃了变质的海鲜。是，连长号船长最小气了，海鲜不到臭了，他总是不许扔。库伯那天值班，我就见到他吃了变质的海鲜。到法庭上，你就这么说。不，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还有那个船员，那天他也在场，他叫什么名字？我们找到他，一起上法庭。不，他已经说过，他绝不会出面的。所以你也不出面，是不是？啊？你，建文，我知道你有难处。刚才梅律师都说了，他父亲是华商会的会长梅西林。你跟他说我父亲有什么用？他还算是个中国人吗？鬼佬给点钱就被收买了，鬼佬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快点说。谁拿鬼佬钱了？那他们没给你什么承诺吗？没给你任何好处吗？那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躲我们？哦，我明白了，那你就是白白的帮他们那么大个忙。你可真行啊，是非你也不要，公理你也不要，就连钱你也不要。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喜欢他们，说明你天生就喜欢受他们的虐待。叶根贵，我告诉你，中国人之所以受鬼佬排斥，受鬼佬的欺负，就因为你这号败类。我不是叶根贵。你不是？那谁是叶根贵？库伯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呢？他病了，病得很厉害。哦，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哎，会不会是叶根贵给他吃的那个中药吃坏了？啊，亨利，哎，把叶根贵带过来。哎，好。叶根贵，过来。哎，过去。哎，过来。你给库伯吃的是什么毒药？啊，哪里是什么毒药啊？那药是旧金山的吕大夫开的。是枇杷膏治咳嗽用的，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肯定是药的问题。哎呀，走去对症一下，肯定是那些海鲜，药没问题。快走，我看库珀上午吃了昨天剩下的海鲜。快走，走。他确实不是叶根贵。事发当天我在场，那你为什么要撒谎？骗人容易这么骗的吗？连邻居都说你是叶根贵，是假的。我不敢说，你们别逼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叶根贵已经死了，他拿到了定居身份，能娶老婆，可他没福，生了重病，临死的时候我求他把身份卖给我，他让我给他老母寄200块钱，我就顶了他的身份。
那你为什么要躲我们呢？我不能跟你们去作证，林老号的人都知道，原工作是叶根贵的。叶根贵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如果我去作证，把实话都说出来，那我就完了，我老婆就上不了岸了。你老婆在天师岛？是叶根贵的老婆。叶根贵跟我说，他跟他老婆只见过一面，又是晚上，两个人揭了盖头吹了灯就上了床，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就回旧金山了。他说都十年了，谁也不记得谁什么样子。我没拿龟老的钱，我不会做那么缺德的事儿。可是我是偷渡来的，没有那个身份我活不下去。两位先生，我求求你们不要让我去作证好吗？我真的没办法了，曾先生，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不行，我寄予这么大厚望的一个证人，可到头来却是一张废牌。建文，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输了。你让我怎么办？上次珍珠的事情你在场吧，明明是我们占了所有的理，可结果呢？可阿南不能输，绝对不能。我真的没办法了。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放弃？我跟你一样不想放弃，可是我们没有胜算呢。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Unknown. The ones on the stars themselves, some shaped. 让我坐起来一些。心有时比女仆还细。在我的一生中，你对我的照顾超出了任何人。谢谢林麦夫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是你应该做的，阿玉。在我的心里，真的，我从来没把你看成是仆人。谢谢夫人。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我从来就没恨过你，夫人。可你过去对我不是这样的。你话虽不多，可我却能感觉到你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关心。我还是如此关心着你，夫人。不，我知道那不一样。夫人，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对我的恩典又何止是滴水？可我对你的伤害也不止滴水吧。夫人，不要再提那些了。
吕大夫，药熬好了。啊，搁那儿吧。怎么这么多呀？露西，你看，这个药如果浓度不够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药的药效，你明白吗？吕大夫，你们中药太让人为难了，水多一点也不行，时间过了一点也不行。那阿姨呢？她没有亲自熬这个药吗？这几天夫人叫阿姨去陪她说话。是吗？看来这个药还真是对林麦夫人的病有效果啊。是的，吕大夫，查尔斯医生原先还让护士小姐随时准备抢救呢，可从今天开始护士小姐都不来了。是吗？那露西小姐，你以后得多辛苦了。哪里，这是我们该做的。好的，以后注意药的浓度啊。我会注意的啊。我决定补偿你，阿宇。我知道你把你名下的遗产都递给了欧多南，我也决定把他的那份给你。我觉得我并不需要钱，可你的女儿需要的。我的女儿。如果我没记错，他叫燕飞。你能接受他了吗，夫人？是吕大夫开导我，让我换个角度看事情。我觉得要做个完人不容易，但我会尽量去做善事。你跟他去吧。那我去了。去吧。吕大夫，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现在。燕文，哎呀，你可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想重新布置这个家。重新布置这个家？你看，我把这个柜子摆在这儿，这个桌子摆在这儿，里面的床也换了个位置。为什么？我听说啊，家里的东西经常搬动一下，会齐会少，做事也会顺的。燕伟，这些迷信的话你是不能相信的，况且阿南吕大夫他把这儿的东西放得很好，你又何苦呢？那不好吗？行了，燕伟，以后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那我还操心什么呀？你那么忙，一天到晚不在家，总是我一个人。你可以买菜，也可以做饭。可是我更想在家里收拾收拾，这不一样吗？我不是不让你收拾，可问题是你现在不是怀着孩子呢吗？万一累坏了怎么办？你真的是因为这个？那当然了。
好啊，你说，你想怎么办，我来办，行吗？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你是谁？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有钥匙。你有钥匙？你怎么会有钥匙？你是曾先生吗？我是。啊，我姓白，这儿的人都叫我白夫人，是你的房东。房东？嗯。不对，我们的房东是美国人，叫乔治。哦。你看看吧，两天前我买下了这套房子，所以我是你们的新房东。白夫人，请问您到这儿有何贵干？钱我们没少给你吧？或许是想签一份新的租约。哼，哪有那么麻烦？我今天来是想拜访一下这里的女主人，想跟女主人谈谈。跟我谈？谈什么？你是女主人？是啊，我当然是这里的女主人。可据我所知，你不是。曾先生，她是你太太吗？这跟租房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大了，曾先生。美国人或许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现在我是房东，是中国人。如果曾先生的太太不来这里住，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们。你，我就是他的太太。合法吗？有登记吗？夫人，您是不是想加钱？这可以商量。你这个小伙子，我告诉你一句话，钱可买不来好名声。阿喜哥，他这么对待我，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你从来不允许外人欺负我，为什么不撵他出去？行了，燕伟，这位夫人看起来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燕伟住在二楼，她现在生活的还好吗？应该还不错吧。你就不想上去看看他？不，他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我不想再打扰他了。你是怕他不认你吧？我们还是走吧。好，走吧。驾！驾！这都是明天天师岛要上岸的女人。啊，真的。他们真的要上岸了，没看见这两天华商会都在开会跟移民局谈判的吗？梅会长真有本事，明天要上岸好几十个女人呢。哎呀，那明天我得好好挑挑。哎，选吧，我这可是先给你选的，别人还没看过呢。哦，哎，怎么样啊？这怎么都这么老啊？
还长得这么丑啊？哎，你怎么不看看你长得什么德行，还嫌人家老，嫌人家丑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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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帮我找一个十七八岁的，也别太丑的。我这儿没有。你又想找年轻的，又要想找漂亮的，还要找会生娃娃的。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呀？像个老树根似的。你小瞧人是吧？哼，我跟你说啊，死了张屠夫，我还不吃杂毛猪呢，我还非要娶一个十七八岁的不可，咱赌着瞧。